喂，兄弟啊，哎呀，要改口了，不要叫杨总了，叫小杨就好了嘛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讲了，我要做饭了。嗯？有人。这年轻人，你别笑。小兄弟，你看到有那狗狗猫猫吗？没有啊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大型飙车。你别笑。嗯。